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海洋。来，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台湾政坛丢下了一颗大震撼弹，各政党海啸超级逆袭吗？还有人在打太极拳搞内斗，反啦！天哪！来，等一下，你们听完我的啊，不要，你们听到，你们觉得老师讲得很好，你们就帮我按加一，好不好？真的，我都觉得实在是哈，台湾到底是在干嘛？这个政坛的震撼弹，真的，人家已经开始要逆袭了，还在搞什么飞机呀？哎呀，都要打仗了，还在搞飞机嘞！来，我们看一下。好，郭台铭参选2024，强调呢必战经济。国民党呢，总统初选开响第一枪。他昨天开了记者会了，他一反呢以前强硬的作风哦。他现在说，我很抱歉，我在4年前不应该负气离开国民党。我想呢，他应该好好，他应该是已经深思熟虑了，而且他提早回来台湾哦，他知道呢，蔡英文要跟麦肯锡在 LA 见面，在 LA 的布林肯图书馆见面以后呢，他就直飞台湾了，他并没有把后面的行程全部呢走完。好，那他回来开的这个震撼弹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定是国民党内部呢有授权，否则我觉得不太可能会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协调过了。好，郭台铭呢一改过去的霸气总裁的形象呢，以谦虚的态度哈发表他的参选宣言，宣誓自己呢会当2300万人民的仆人，也承认自己是政治新手。没错，他完全没有在政治圈哈搅和过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商界的翘楚，但问题是在政治圈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把政治跟这个商界的一套方法用在同一个手腕上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化解各界呢对于他个性不适合担任总统的质疑，在昨天的如此的这个艰难时刻呢，也挺身而出哈，他说在今天呢、啊，不是昨天，在今天如此呢，台湾艰难的时刻应该挺身而出，解决传统的政治人物不能解决的危机。真的，他可能有办法解决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呢，他曾经呢，哈，在他的事业里面呢，也曾经哈有差点哈翻车的记录，但是呢，啊，其实每一个大人物都是这样子。他们都会历经过很个锥心之痛的事情，在企业一样哈，在政界，但你看哦，很多人在政界哦，他走不下去以后，他就销声匿迹了，不止销声匿迹，还有人跳楼死了嘞。所以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商界跟政界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呢，郭台铭先生呢，如果要再出来的话呢，我建议他戴个眼镜，好、哦，把锐利的眼光先收掉，因为他这个总裁的态，这个总裁的态势还是有在，霸气还是有在的。我昨天看到他的新闻哦，真的，我给他一个建议，说戴上眼镜吧。那眼睛呢，多点笑意哦。不管怎么样的话呢，百姓呢要的是一个呢亲民爱民的总统吧。好，我们来看郭台铭指出呢，台湾危机呢不单是呢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呢，地缘政治联动引发的产业人才断裂和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风险，这是我常常在讲的哈。中国绝对不会就此罢手的。想想看呢，美国为什么要抵制中国？因为呢，他知道呢，再不抵制的话，中国就超越美国了，所以他就一定要抵制啊，他还是要做强权老大，对不对？我这个皇帝的地位怎么可以拱手让人呢？是吧？美国的想法是这样啊，那没错。不管怎么样的话呢，中国会放任我们这样做吗？不可能的事情了。好，而如何让中华民国台湾呢创造的民主典范呢经济奇迹不功亏一篑呢？好，朝先进科技国家迈进是他争取呢参选2024总统的动力哦。我想他看到这几年的政治以及地缘关系以及呢俄乌战争以及台湾的经济，简直就是呢啊一直呢往谷底爬，往谷底掉，所以呢，你知道我们本来台湾的 GDP 是哦这个第13名，现在 GDP 到底排到第几？然后我们的国家这8年当中断交了几国啦？断交了几国啊？对不对？越来越惨呢，你给了钱，人家也不理你啊，对不对？
你就是帮助人家，人家去找更大的爸爸了，更富有的爸爸去了。那经济惨嘛，所以他必须找更有钱的啦。哦，啊，女人离婚也是一样，你要没钱给他生活，他就找更有钱的，对不对？哦，但现在女人不一样，现在女人都很厉害啊，现在女人都会做有独当一面的事业了。我是说以前的哈，啊，所以你想想看哦。看到这个情况，我想你儿子哦，你这爸爸穷到死了哦，你儿子没有钱吃饭，没有钱念书。如果有个有钱的爸爸哈，有钱的人呢，出来说认他当个儿子，你觉得他会不会叫他爸爸？一样叫他爸爸。我这样讲对不对？如果那个有钱的爸爸要认他当干儿子或者当干女儿，你觉得他会不会叫爸爸？会的，他要活下去，因为这些年轻的要活下去，每个国家都要活下去。看到俄乌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呢，看到俄乌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压力，看到呢这个整个呢台湾哦，还有全球的经济呢变成这个样子呢。好，中国银行倒了，美国银行倒了，现在欧洲银行倒了，接着下来亚洲银行还会倒，你放心，我做节目给大家。来，台湾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而经济背后是科技的创新，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好，他从传统产业白手起家到开创鸿海国际事业，比任何人都明白台湾正面临巨大的危机，不是政治危机而已啊！除了政治危机呢，还有地缘政治危机以外呢，还有经济大危机。好，郭台铭指出呢，目前中美的紧张关系呢，全球甚至有逆全球化的趋势。在他退休的这几年呢，积极整合资源跟人脉。台湾能做的不只有半导体，应该可以有更多的产业可以加入。我想是这样子哈，早期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都是历经千辛万苦哈，全世界各地跑的布局。你想想看哦，一个企业他要背负的责任是多大？我曾经去过富士康哦，就是深圳的富士康，几十万人在那边工作耶，你知道吗？光开个车啊，绕一圈要将近40分钟，慢慢走了哈，将近40分钟。要创造一个事业的集团，要养这么多人，台湾也一样啊，要养这么多人，这么简单吗？不，你看台积电要养多少人，大力光要养多少人，鸿海要养多少人，台塑要养多少人，多少人在他们的产业下生活着，几十年，有些甚至是第二代也在他们的产业下生活。看到了没有？他们是养一票人，而政治呢是一票人养着他们，不一样啊，这结论完全不同，对不对？你们认同老师的话加一，谢谢大家。来，面对美中呢对抗，台湾会被迫呢选边站呢，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而因为呢台湾是美中对抗焦点，也是美中经济连接点，台湾有条件成为呢化解美中对抗的影响力。我想呢，站在一个商人的角度呢，他也希望台湾安全，不管怎么样呢，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产业王国那么大的一个事业体，也希望他的所有的人能够安居跟乐业。我们都知道鸿海给的钱很多，你知道我的朋友的老公呢，在鸿海啊当总经理，做了几年退休下来，住豪宅，1亿多的豪宅，退休还拿了好几亿。吓死人了，比自己创业还更厉害啊！所以你觉得呢？来 ，B 站是领袖最重要的责任，他要告诉年轻人，投票给高举台独、仇中抗中的民进党是危险的。因此呢，他获国民党征召提名，他会团结非绿阵营，达成政党的这个轮替。我想呢，郭台铭他想要的呢，他希望台湾的台海安全，然后经济能够再次创造奇迹。我先讲这个八百公里要走完了哈，2023年就要走完，我们明年走2024，下半年接续的就明年2024，什么时候开始？我要告诉各位，农历的八月以后，那个分界点就开始了。农历七月到八月就开始分界点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年呢走到农历七月以后呢，你会发现呢，越走呢就不会越偏颇了，真的。而且呢，现在呢，整个的冥王星呢，跟金牛座呢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冥王星是死亡之星，金牛座是跟经济。大家看到的经济的痛苦了吗？
你去买一个蛋炒饭要多少钱？我那天看了我自己都吓一跳啊！一个蛋炒饭现在到150啦，一个炒面呢也150、160了，加几条肉丝，各位啊，以前是70、80，刚好加了一倍的钱，真的好恐怖。我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我就挑三拣四。以前我就啊，这个买那个买那个，好算一算，也不过3、4千块。我昨天呢，挑三拣四，花了5、6千块啊，好恐怖，真的，你赚钱根本不够花、啊，你知道吗？随便买几样东西，几千块不见了。好，接下来，今天郭台铭的回应呢，他昨天了、啊、哈，某种程度也算是对哈啊党中央的正式回应，表达愿意呢团结，并非哈。并以非绿营重返执政为目标，然后呢，不仅态度柔软，且格局更大，愿以大局为重。他有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呢，如果有人要出来参选，民调比较高的话，他愿意退居，协助国民党更壮大。我们看一下，郭台铭呢表态呢，一直呢不愿意呢把话说明白的新北市市长呢。侯友宜显得十分尴尬啊，还没有完全呢放弃竞争总统大位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也虎视眈眈吗？侯友宜是朱立伦的副市长，所以朱立伦为什么他心里一定有很纠结的情节在嘛？我当过市长的人，我今天是党主席，我权力这么大，我要提名你当总统，那我朱立伦算哪颗葱啊？啊，哪颗蒜啊？对不对？他心里一定很纠结嘛，想也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国民党为什么在内斗呢？啊，不是内斗的问题啦。这光是一个党主席，他内心的纠结，大家就知道他的心里那种哈，我不能说他不满，因为我只能说他应该是晚上睡觉都会做梦，做噩梦。好了，那我们看到呢，某代哈这个名主持人陈林官呢。他痛批侯友宜是这么没水准，国民党赢了他最大，国民党、败了他先逃，先溜、会溜南投、将来就会溜台海战争，然后还骂他什么？天哪、啊，骂得很难听哦，在他的节目中，我骂的天天都在骂，骂他草包啊！台湾为什么要选一个草包？天哪、啊，这个陈林官也是够犀利的、他真的够呛他。那我觉得呢，这种人没水准，还没水准都出来，而国民党内呢，还有更很没水准的支持者，要把这种人当政治领袖，他根本不配当领袖。你看他骂得多难听啊！还有呢，我看到另外一个节目也是在骂，另外一个男主持人也在骂，我们就不讲哪个台了，你们应该知道很有名很有名，而且他收视最高的。来，接下来我们看呢，好，赵少康更气。他说呢，朱立伦当党主席最大的问题呢，永远不知道朱立伦在想什么。朱立伦作为党主席，话要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如果要征召呢，就快不要拖，干嘛要拖呢？不要留想象空间哦，给别人啊。国民党中央如果觉得征召侯友宜最适合，那就赶快是否呢？哦，征召哦，否则就夜长梦多。现在呢，很多的名嘴啊，自称名嘴啦哈。在所有的电视台里面骂什么，就是天天在骂侯友宜，把他骂到衰了哈。然后呢，侯友宜也不表态了，那这个就继续衰下去嘛。然后再者呢，还骂什么？还骂这个国民党根本没架子了哈。然后又骂哈这个朱立伦呢，根本的野心很大，就是虎视眈眈，自己想当总统的。然后结果呢？结果呢？你看吧。然后呢，连柯文哲都出来讲话了，你要么就辞掉哈市长的职位。哦，说侯友宜啊，干嘛这样拖拖拉拉，对不对？表态一下嘛。连柯文哲这么比较温和的人，他都受不了了。他说：“还有国民党哪样那样，对不对？啊，你的别算干不算了啊，放一个屁就好了嘛。”他讲得很难听，你就讲一句，我要选或不选嘛。所以呢，难怪这些名嘴啊，还有主持人骂翻头了。所以国民党就这样子呢，没有办法消业障啊。
真的没办法消业障哎，这到底是怎么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好，韩国瑜有没有把它纳入民调呢？然后呢，张亚中有没有纳入民调呢？应该要吧，这都是战将哎，国民党就永远不用战将，都用那种哈、哦、啊私心很重的人，然后呢气度不够的人，哦我也开骂啊，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啊不再骂了，骂我再骂就把你们骂翻了不行，我要对你们温和一点，我对每一个党都温和一点好不好？真的我是觉得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好，那2024年大选沙卡都哈、哦、赖领先。本来赖清德的民调才20几%，后来跳到30多%。那这个是谁的民调？这个就是那个吴子嘉的民调，吴子嘉董事长他们家的民调。那我们是取一个哈、哦、这个吴子嘉董事长的民调来给大家做参考。那你看那个柯文哲呢，从10几%、12%爬到快21%了。侯友宜本来呢37-8%掉到32%。民进党的赖清德呢，从20几一直打爬到33.7%，已经胜过侯友宜。但是其他民调更惨哦。TVBS 的民调呢，我讲一下，侯友宜只有20几%了，大概27-8%。那柯文哲已经到了22%，那民进党呢的赖清德已经到了35%。所以呢，你觉得呢？当然，我们现在只是说有一个权宜之计了哈。第一个呢，这样的民调也不代表将来选举的真正的哈拿到的票数啦。只是呢，如果是这样的民调，代表大部分的选民已经哈对侯友宜的这样子的哈打太极拳的方式，大家觉得很不满意。你要么就是选，要么就不选，对不对？人家那个台中的那个市长，你看呢、啊，他就很有架子说，我不可能选，一句话了结，我继续当市长，对不对？啊，燕子啊，我们的燕子不是说吗？继续当市长多好啊，女人比男人有架子啊，我都觉得奇怪了，这些男人在干嘛？好，郭台铭也表态了，所以呢，侯友宜你到底在干嘛？赖清德已就位，柯文哲也紧跟居上，国民党还在盘算什么？还是呢，有多少心结没解呢？老一派的跟新一派的，你看哦，我们看到了，连那个要选立委哈、哦，选哪个区选哪个区哈、哦，啊，两个也打起来，骂起来，对不对？好了，我这样讲的哈，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做人生的一个保卫战跟规划，但是呢，我觉得侯友宜哈、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就不要选了，真的，我也觉得你不要选了。那连柯文哲都跳出来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呢？你就要宣布吧，那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打仗嘛。他也要打仗哎、欸，他自己也要打仗哎、欸，因为他希望能够他的部分区立委能够到8席10席哎、欸，对不对？所以呢，民众党也在打仗哎、欸，不是只有赖清德在打，也不是只有国民党啊。现在呢，你看哦，不要小看柯文哲，上一次他选市长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呦，这些人那也要出来选市长，安尼害者害者，你看叫选掉还最高票当选，你不要小看柯文哲啊，真的啊，我觉得柯文哲真的也不错啦哈，凭良心讲，好。那只是呢，大家都认为他没有大作为，我觉得不要小看人家哈。我常常讲哈，不要太小看人家。他毕竟当了台北市市长，当了8年了，哈。我想呢，他看在眼里，他很多事情哈，他都很清楚哈。啊，8年不是一段短的岁月，不是8个月。那至于侯友宜呢，他也曾经当过呢朱立伦的副市长，他现在又当了市长的第二届，不选。你还年轻，还有机会。我觉得你不选，就干脆讲我不选。我照顾好我的中和市市民，等我下一届再真的这4年过去以后，他还有机会啊，不是吗？对不对？不要再像那个当时的什么韩国瑜那样可悲啊！他如果出来选，我告诉国民党不会当选。我先讲清楚，我已经算好。我在做节目给大家，我讲他的命盘给大家听，讲郭台铭，讲他，讲赖清德，讲这个呢，还有呢，柯文哲的命盘给分析给大家听，他为什么没有机会？不是名嘴骂他，不是主持人骂他，不是那些哦，大家都在骂他而已，而是他的做法，哦，他的命格里面出现了什么缺点，好不好？谢谢大家了，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开订阅、下小铃铛，拜拜。